在去年年末死了 Seraphim 带来许多精彩的舞台，每张演出都让人难以忘记，尤其是在 AAA 演出的摇滚版 Antifragile 更是让人充满了深刻的印象。那在其中能够看到允真在舞台上不断的调整麦克风，但整场演出却没有出现什么失误，也让许多粉丝们一直很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Seraphim 发布了 AAA 的幕后花絮，才终于得到了解答。当时允真一开场监听耳机直接就掉了出来，整场演出完全是听着现场的音乐，真的是将舞蹈刻在了肌肉记忆当中了呢。Seraphim 真的对舞台付出了所有，也难怪能将每场演出刻在粉丝们的心中啦。